万紫博彩业暂停两个月半，经开采一见人潮投注。文东十五日讯，自我国在今年6月1日落实全面封锁，万紫博彩业暂停营业两个月半后，今天迎来首次开采日，但到来投注的市民不多。中国报今早10时许到文东新鼎街两间大马彩和多多的投注站了解，没看到有人排队，两店内只有一人下注，等待一阵也没看到有人再进去。投注站店前都设立了防疫柜台，由职员看守，确保客人进去下注前已戴好口罩，测量体温和扫描，和向职员是 MyCellCare 证明已接种疫苗两剂才能进店内。一间店内只限5人。大马彩也推出 DMACGO 手机应用程式，鼓励大家上网进行投注，他在店前置放宣传的横幅，这也让一些年轻投注者转到网上，也减少到店投注人数。投注站的女职员受询时说，早上开门营业前必须进行消毒工作，所有员工必须扫描及测量体温，以及做好所有防疫工作。